记者庄世贤台北报道，四月儿童节即将到来，庆祝儿童节六福村主题游乐园于四月四日至八日期间推出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大人也通通享全民499元优惠，大小朋友们共同欢度儿童假期。入园优惠之外，六福村园内备受欢迎的动物明星胡猛家族，也是电影《狮子王》中可爱的丁满，将在四月中旬的非洲部落庆典动物派对中成为最佳主角。在专属小朋友的儿童联假期间，六福村邀请小朋友抢先体验胡猛迷宫动物互动导览体验，透过胡猛迷宫，民众们可更加了解动物生态并与胡猛互动，小朋友可将装满胡猛喜爱的面包虫石球投掷至胡猛迷宫中，让胡猛走迷宫闯关寻找。而特别设计并以透明材质制作的迷宫，可让民众清楚观察胡猛。民众游玩六福村也可搭乘便利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除了高铁新竹站至六福村的直达观光二号公车外，六福村在儿童节连假期间新增桃园高铁站至六福村的免费接驳专车，民众可多加利用，详情可上六福村官方网站 http://www.lefu.com TW Village 查询。六福村主题游乐园备受大小朋友们喜爱，是假期全家出游好去处。六福村主题乐园提供庆祝儿童节六福村主题游乐园于四月四日至八日期间推出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六福村主题乐园提供